梳理全球热点，盘点世界风云。您正在收看的是《环球精选》。本期的节目，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东地区。过去的几周里，全世界媒体的目光都集中在了由沙特主导的发生在也门的空袭行动。而就在也门局势不断恶化的过程中，在也门的中国公民也分期分批的安全地进行了撤离。今天的节目就请新华社常驻中东的记者们为我们分析中东局势。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前方。好的，感谢北京演播室。这里是新华社位于埃及开罗的分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中东精选》。在这里，新华社记者将与您一起触碰中东脉动，体验中东风情。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新华社驻中东总文社记者刘畅，欢迎你。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新华社驻也门萨那分社首席记者刘万利，欢迎你。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最近一段时间呢，中东地区最受世界关注的一个事情，当然就是也门国内的局势的持续恶化。这其中呢，尤其以沙特等国针对胡塞武装发起的一系列空袭最为引人关注，或者说最受争议。首先，我们来通过几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今年一月，什叶派胡塞武装组织与也门总统卫队在首都萨那发生冲突，并占领萨那市内的总统府。总统哈迪和总理巴哈1月22号递交辞呈，但议会宣布无限期推迟召开会议审议总统辞呈。随后，哈迪和巴哈被胡塞武装人员软禁。2月6号，胡塞武装组织宣布成立总统委员会和全国过渡委员会，取代总统和议会治理国家，但遭到也门主要政党反对。2月21号，哈迪离开萨那，前往也门第二大城市亚丁市，随后宣布在那里恢复行使总统职权，并撤换了与胡塞组织有联系的安全部队司令阿卜杜勒·哈菲兹·萨卡夫。但萨卡夫不承认哈迪的合法性，拒绝辞职，导致安全部队士兵与支持哈迪的部落武装人员在亚丁市多次发生武装冲突。当地时间3月19号，也门亚丁市官员表示，总统哈迪位于该市的住所当天下午遭不明战斗机空袭，但没有人员伤亡。当天上午，支持哈迪的部落武装人员与政府军在同安全部队激烈交火后，夺取了亚丁国际机场，并控制了亚丁市大部分区域。双方至少有13人在冲突中死亡。亚丁国际机场一名工作人员说，机场控制塔被炮弹击中，多个候机大厅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当地时间3月28号晚，沙特阿拉伯等国战机继续对也门境内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在也门南部亚丁市，什叶派胡塞武装组织与支持哈迪的部落武装持续交战，战火使恐慌情绪在亚丁市居民中蔓延，许多居民开始抢劫政府设施。作为阿拉伯国家空袭行动的主导方，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28号在埃及举行的阿盟会议上表示，沙特主导的对也门的军事干预将持续，直到也门局势恢复安全稳定。由于萨那安全形势急剧恶化，联合国自28号起开始撤离其在萨那的工作人员。百余名联合国工作人员28号起陆续前往萨那国际机场，等待撤离到邻近国家。刘畅，刚才这个短片呢，大概为我们回顾了一下最近发生在也门的一系列冲突跟空袭，但其实也门国内这个胡塞武装跟他的也门政府之间这个激烈冲突啊，其实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好，主持人提到这个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之间的这个争斗啊，应该说是确实是有年头了，很长时间。可以最早追溯到前总统萨利赫执政的时期。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上胡塞武装呢，它是属于这个伊斯兰教这个穆斯林的什叶派中的一个小的分支，叫宰德派。但是它和这个前总统萨利赫是同属一个教派的。但是这两个人呢，当时呢关系还不错就是这个胡塞武装的最早的创始人叫侯赛因胡塞，他和前总统萨利赫的关系还是不错的。然后1993年呢，这个侯赛因胡塞呢创建了这个胡塞武装组织，当时不叫胡塞武装，当时叫青年信仰者。那么它是一个属于这个宗教性质比较浓的一个组织。然后在这个宗教问题上呢，因为它两个最早的分歧点是在宗教的问题上。那么萨利赫偏向于在宗教中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就是他是那种不是很激进的，他认为国家应该属于这种世俗化，相对世俗化一下的这种政体和体制的发展。
那么侯赛因胡赛呢却不这么认为，他是比较激进的，认为就是说也门的这个体制啊要仿效伊朗，搞这个政教合一，然后推行这种政教合一的这种体制。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国家的体制和政府的这种运作机制上，他两个是有产生了分歧。那么他两个的分歧点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和美国的关系上，他俩这也是他俩的这个不持不同的看法的地方。那么由于我们知道这个基地组织的2001年以后呢，美国对于打击基地组织，因为9.11事件啊，美国对于在全球范围内打击基地组织的这种恐怖活动呢是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那么搞了这个所谓的反恐战争。那么也门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反恐的一个前线。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也门基地组织也门分支，或者也叫做基地组织这个阿拉伯半岛分支呢，是目前来说基地组织在全球最活跃的分支之一了。那么美国呢就是通过跟萨利赫政府的合作，那么在也门搞这种无人机的侦察，无人机的侦察也好，无人机的轰炸也好，就在打击在也门的这个基地组织恐怖分子。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胡塞武装呢和政府是不对眼的，这个胡塞认为你跟美国走得太近了，这是干涉了也门的内政，是希望美国人要从也门要滚出去。那么这个也是他俩的分歧点之一。所以从2004年的时候，也这个胡塞武装呢就是正式开始武装反对这个也门政府。那么侯赛因胡赛呢也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就是死亡，所以也就从那个时候才使这个组织改名叫做胡塞武装，这是为了纪念他的这个创始人。那么后来到这个萨利赫政府和这个胡塞武装开始武装反对萨利赫政府以后呢，一直到2011年萨利赫政府下台，这个之间呢他们反政府武装和这个政府多次有这个停火的协议，但多次都没有，就是有反复，多次都没这个停火协议没有很好的执行。那么一直到2011年萨利赫政府下台，那么哈迪政府上台以后，这两派的这个争斗的焦点呢，基本上是集中在了这个权力的分配上。就是这个胡塞武装认为他掌控也门的时代到来了，他认为哈迪政府，他首先哈迪政府本身他有他的弱点。就是他，因为哈迪本人他是一个在也门根基不是很深的一个政客，因为他常年当这个萨利赫的副手，他自己在这个政府军队上面的根基很比较浅。再一个呢，他上台以后他的一些推行的一些改革措施，包括取消这个能源补贴，实际上激起了很多的社会的矛盾，还有他推行其他的一些在军队的改革呢，也使他丧失了就是政府包括军队层面的对他的支持。所以说这个胡塞武装呢也看准了这个时机呢，大举进攻，大举推进，那么实际上最后把哈迪实际上是赶出了也门，到目前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也是我想这个是他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这么十几年来的一个矛盾的一个点和他的斗争的一个过程。好，我们还知道就这次针对胡塞武装进行的这个空袭啊，是由将近10个这个海湾国家共同参与的，但其中沙特阿拉伯是首当其冲的一个主导国，这是为什么呢？哦，主持人，我想谈到这个沙特之所以带领这10个阿拉伯国家来空袭也门呢，我想它背后的原因很多，但是主要有几方面啊。第一点就是说对于伊朗，就是对伊朗的这种希望在本地区扩张影响力的这么一个遏制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在阿拉伯世界，在穆斯林就是说这个伊斯兰教国家，就是这么中东这个国家里边，实际上是大概能分成两个大的阵营，基本上能分成两个大阵营。一个就是所谓的这种，因为逊尼派它是占这个伊斯兰教绝对多数的一个国家，所以说它基本上这个是以分成一个阵营之一，就是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为首这么一个逊尼派的一个国家的一个阵营。再一个就是以伊朗，那到目前现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黎巴嫩这几个以什叶派穆斯林执政的这么一个什叶派国家，这是伊朗为首的。所以这两大阵营呢的两个头，它直接它对于中东的影响力，谁说了算，谁当老大，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多年在一直在斗争。那么我们看到由于也门目前它的现在掌控也门局势的胡塞武装，它也可以归为
它是属于载德派，但它基本上可以归为这个什叶派的这个派别，所以沙特很担心一旦它的南部出现一个什叶派执政的国家，那会对它对伊朗来说是件好事，但是对他来说，对地区的整个影响力的这个保持，对于他的这个对整个地区局势的控制来讲，对他是不利的。他是不希望伊朗的这个影响力在这个本地区通过胡塞武装能够投射在他的南部。对，我想这是第一个，就是遏制这个伊朗影响力扩张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想就是说，他这个牵扯到他国内安全局势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从地图上可以看，也门它是和沙特阿拉伯它在接壤，它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边境线。那么它这个沙特政府应该也出于安全的考虑，它是认为如果一旦南部的这个也门变得非常动荡，加上它本身就是这个基地组织活动比较频繁、恐怖主义活动比较频繁的一个地方，那么一旦它的南部这个国家出现一个比较动乱的局面的话，对于他整个国内的这个会可能会产生一些外溢效应，可能会对他本国的这个安全形势会造成影响。我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想就是从石油上这种石油利益上考虑，因为我们知道，最近由于就是美国它不断以它提高了自己的这种能源的这种输出和产量，包括它减少了对中东能源的这种依赖以后呢，它可以通过这个能源的这个。在让它让能源的这个价格呢，在国际的这种地缘政治和国际的这种政治斗争中扮演了一个比较一个更为重要的一个角色，特别是打击俄罗斯的这么一个经济，那么所以它使得这个国际原油价格是一路走低。但是沙特因为作为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首屈一指的这个原油的输出国，他当然不希望在这方面，他是因为原油石油价格一旦下跌的话，对他来说是不是一个好消息。那么他们希望，他认为这个也门局势呢，如果一旦，因为也门也属于产油国，那么一旦这个也门局势他能够进而去干预的话，可以间接影响到国际油价的这个走向，那么对于他国内的一些利益呢，可以得到一定的保护。我想这个也是这几方面的原因。在也门最近的一系列动态发展中呢，另一个备受国人关注的焦点就是也门国内的中国公民能否安全撤离。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我现在是在吉布提共和国的吉布提港，我身后就是中国海军编队护卫舰的潍坊舰。这艘军舰是搭载了449名第二批从也门撤出的中国公民，平安抵达了吉布提港。至此，571名需要从也门撤出的中国公民是已经全部平安撤入了吉布提。通过使馆我们了解到，接下来他们将乘坐民航航班陆续的离开吉布提。当地时间3月31号凌晨5点30分，最后一批撤离也门的中国公民乘坐潍坊舰平安抵达吉布提港。经过近15个多小时航行，当天第一个走下舷梯的是第二批侨民的领队李庆生。心情很激动，也很高兴，因为我们所有的同胞都平安到达吉布提，我们也放松了，因为见到祖国亲人了。撤离也门的中国公民得到中国驻吉布提大使馆的妥善安置。据了解，潍坊舰上官兵接到撤侨任务后，腾出所有舱室安排侨民，从住宿、就餐到航行中的亲情电话都做了周详考虑，为侨民能好好休息，舰上官兵全部让出了自己的铺位。我们作为这个祖国的流动国土，侨民到了我们军舰上，也就是相当于回到了我们的家，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自己的便利腾给他们，把他们照顾好。啊，万丽，你们是在什么时候接到通知是可以撤离的？在你们撤离之前，也门国内局势怎么样？嗯，当地的百姓的生活能正常进行吗？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是在3月26号的凌晨2点多。开始对也门进行空袭的，然后这个是空袭刚刚发生，这个我们驻也门的使馆就已经汇报国内，就申请撤离我国就在也门留守的公民，然后是在当地时间三月二十六号的晚上，国内就已经批准使馆组织撤离就我们在也门的公民。这样的话就是时间非常短，因为也门的局势的话，从去年9月份。这个什叶派胡塞武装组织占领萨那以来就已经是急剧恶化，使馆当时已经做了撤离预案，所以空袭一开始的话，我们把这个预案就已经拿出来开始执行了。然后是在这个申请撤离到最后撤离的话，我们从新闻上都可以看到，一共是撤离了4批的人员，
撤离从最后一批人员从也门撤离的时候，也门国内的局势是已经这相当的恶劣了，因为这个我们知道空袭的话是一定是在也门全境设立禁飞区，而且除了设置禁飞区以外，这个沙特这个等一系列的国家吧，还封锁了也门的港口。这个我们知道，也门在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国家里边，也门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它一些基本的生活物资全部要依靠进口，就包括我们最基本的这个米面油。而且这个也门虽然说它是一个石油的出口国，但是它自己是本身是没有这个炼化能力的，所以我们平时需要这个生活需要用的一些汽油、柴油，我们平时用来开车用来发电的一些东西都需要进口。这个设置禁飞区，然后封锁港口之后，也门的这些基本的生活物资基本上已经全部中断了。像我们是最后一批人员是在4月6号撤离的，4月5号的时候我还出去到也门大街上看了一下，超市里边就是这种米面啊，基本上已经是抢购一空了。然后其实也门平时的大街上是非常拥堵的，但是就是因为缺少这种燃油，这市面上已经很难能看到这个车辆行驶了。好，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个整个的撤侨过程？在29号的那一天，因为是在亚丁港的话，我们有122名留守公民在那边是等待，是已经集结完毕等待撤离。但是因为亚丁市的这个安全状况非常的糟糕，这个胡塞武装组织是从3月下旬就已经开始这个大举的进攻亚丁市，到3月末的话，就我们3月29号之前的话，就双方已经是相当于是在亚丁市的市中心进行巷战了，这个安全局势非常非常的恶劣。所以这个我们在亚丁市的这个总领馆，包括就是我们在萨那的使馆，共同商议决定，如果条件合适的话，就提前撤离在亚丁市的这个留守人员。比较幸运的是，就是在3月22日，这个双方就是支持总统哈迪的这个部落武装，还有这个什叶派胡塞武装组织，他们非常有默契的，就是暂停了这个交火，所以我们就趁着这个窗口期，迅速地撤离了我们在亚丁市的这个留守的122名人员。然后当时负责撤离的是我第19批海军护航编队的01号导弹护卫舰。然后当天的话，就大概经过8个小时的航程，这我们的军舰带着我们122名公民就已经到了吉布提。然后就是我们的公民在吉布提的话，就各自乘坐商业航班就已经回国了。但是大头的话还是在首都萨那。因为在首都萨那的话，我们有400多名公民，在首都萨那集结，然后想从首都萨那通过陆路到达西部的这个荷泰达港，但这个陆路是非常非常远，因为是一共有230公里的这个山路，虽然说看着路途不是很遥远，但是中间的话要翻越一座海拔三千多米的山，而且这230多公里几乎全是山路，所以的话就是整个车队。一共有40多辆大小车辆，一共40多辆，这拉着我们400多名公民，走这230多公里的山路是走了5个多小时，是早上六点出发，六点集结的话，大概是我还记得当时是6:50，原定是7点，提前了10分钟，6:50从萨那出发的，是中午12点多到达了这个荷泰达港口。这个时间是非常快的，因为我们之前的话，也考虑到了人多安全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预案。当时，这个军舰上的官兵，这个预计的时间，这400多人登上军舰可能要1个半小时，但实际上我们只用了半个小时，就是因为就是在岸上多待1分钟，这个就多一分危险。然后就是因为军舰这个搭载的人数比较多，这原定是10个小时的航行，这个。时间最终是用了15个小时，就是因为这个人数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在军舰上的话，就所有的官兵，因为我们的这个见习记者他是跟随军舰进行报道，他就是说因为人数众多，就是为了让这些撤离的人员能更好的这个进行休息，因为大家担惊受怕很长时间了，这个所有的官兵把所有的床铺，包括这个军舰上的领导、军舰上的底层官兵，把所有的床铺全部让给我们这个撤离人员。很多人就是睡在过道上，有些人甚至睡在甲板上，所以这个真的能体现是到危难时刻吧，应该说我们这种最可爱的人还是给我们就是提供了一份这个安心的保障。然后就是这两批撤离人员安全的抵达吉布提之后，
这个国际舆论这一下子就炸开了，就是大家都感叹，这中国能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能够这种战乱环境下，能够迅速、安全、有效吧？因为整个行动中没有一个人受伤，能够安全有效的撤离这么多的人员，这确实是一个奇迹。所以当时，才有了我们第三批的撤离的这个外国公民。我们当时的这个导已经撤到吉布提的这个临沂号导弹护卫舰，又重新返回了也门亚丁港，这个又搭载了十多个国家的225名公民，重新从亚丁港又把他们接到了这个吉布提，然后就是这是已经是在4月2号，说我们是撤离了第三批，这一批的话主要是，这应该是我们根据我们就外交部这个新闻发言人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所讲的内容是我们国家第一次专门为外国人在战乱地区执行的一次撤离行动，这个也获得了这非常良好的一个国际反响。然后第三批的话就是我们在4月6号，是我们包括我们的新闻媒体，包括我们的使馆的留守人员，而且还包括我们部分的侨民、中资企业的人员，一共是38人，然后还有我们45名的斯里兰卡公民，是在4月6号。搭乘这个临沂号，导弹护卫舰是从荷台达港，再一次就是执行了最后一批撤离任务，安全的撤离到了吉布提，这一共就是我们这样4批的撤离行动。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在这个撤侨过程中撤离人员临时安置点的情况。当地时间3月31号凌晨5点30分，第二批从也门乘坐中国海军护航编队护卫舰的中国公民抵达吉布提共和国吉布提港。至此，571名侨民已全部平安撤入吉布提。接下来，他们将陆续乘坐民航航班返回中国。去机场前，大部分撤离人员被安置在阿泽古雷体育场的临时安置点。据介绍，该体育馆启用11个大厅作为撤离人员临时中转的休息场所，并为穆斯林民众提供专门休息室和清真食品。记者在现场看到，体育馆休息室内备有空调和凉席，侨民身体和精神状态良好。谈起在也门的经历，不少人还是心有余悸。张红兵是中国援建也门国家大图书馆项目的工作人员，他给记者翻看手机中在也门拍摄的工作照片。有榴弹落到工地附近，然后就可能要我们就是那时候比较害怕，就躲到地下室。中午到了吃饭时间，张红兵跟同事一起去安置点的服务区域领盒饭。分发饭菜和水果的是由在籍中资企业员工组成的志愿者团队。那个洋葱、鸡蛋，还有炖的牛肉、炖的土豆，还有发的那个水果，那个感觉挺好的。临时安置点现场设有24小时的服务点，可以免费借用国际长途电话给家里人报平安。据驻吉布提大使福华强介绍，使馆将根据撤离人员的公司安排和个人意愿，协助剩余人员回国。在撤离过程中呢，刚才你也提到了，有几百名外国公民搭乘我们的军舰离开也门。你能不能再给我们提供一些别的信息呢？就之前日常报道中没有提到过的。对，是这样，因为这个在我们3月29号和3月30号两批撤离中国公民之后，这个我刚才也说了，这个国际反响非常大，他们就很惊叹，就中国的国力已经如此之强大，能够在这个战乱地区安全的撤离这么多的就是中国的公民，所以就是这两批撤离行动之后，这个很多的国家纷纷打电话，就是给我们北京的政府，也包括给我们这个驻也门的这个使馆。希望这个我们中国政府能够协助这些国家撤离他们滞留在也门的这个公民。当时这个我还跟就是我们驻也门的大使天气大使还聊过，天气大使就是说他从3月30号之后，他每天都要接100-200个电话，就包括有各个国家的公民，包括有些西方国家的，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包括有一些我们就是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这个。有些是政府打来的电话，有些是公民直接打来的电话，就是请求能不能，就是我们中国政府协助，这些国家撤离他们滞留在也门的一些公民。当时我们也都是很快的，这个经过跟使馆的沟通吧，使馆也说，就是但凡是我们中国政府收到了这样的请求，我们都是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因为当时我记得。
在4月6号撤离的时候，我还采访过一名斯里兰卡的公民。这个斯里兰卡的公民他就说，他之前也曾经因为在也门的话是不只有一个国家，是撤离公民的，像有其他国家也是在撤离他们本国的公民，但是他们给这些国家政府也好，他们在也门的使馆打电话也好，这个应该说都受到了冷遇吧，就是有些都是让他们再等一等，再看一看，但是很久都没有这个音信的，只有是给我们使馆打电话的话，我们使馆当场就告诉他，就是你放心，这个我们两国是兄弟，这个中国政府一定帮你撤离。当时他心里就特别暖，就觉得这个在危难之中还有这样，就还有这样政府，就是他用他的原话是说，在危难之中，就中国政府把我们自己，就把我们这外国公民当作他们中国公民一样来看待，这样他们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好，在整个这个撤离过程中，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给我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3月29号的时候，应该是我3月30号的时候，因为我是护送，我是跟随这个使馆这个人员，一直是报道我们第一批撤离人员，之后我就返回萨那，然后是最后一批撤离。在这个3月30号，从萨那到荷台达这个230多公里的公路上，走，只要是。也门当地的也门人看见中国的车队，走在这个路上，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车队的话，几乎是每辆车都贴了一组中国的贴了中国的国旗的，他们也知道这可能是中国的这公民要撤离也门了，他们就不但是没有这个干扰，不但是没有这个阻拦中国的车队，反而是挥手致意。当时我就很诧异，后来就是，我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走的这个曲折的山路，我才突然想起来这个。我们从萨那到荷台达这230多公里的山路，就是我们中国援建也门的第一个基建项目，就是也是也门的第一条公路，这个叫萨那荷台达公路。这个是1959年动工，1962年这个投入使用的。就当时我们中国的这种经济是非常非常差的，但是我们还是援建了也门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基建项目吧。这个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道路状况依然是非常良好，而且依然是应该说是在也门算是一条生命主干道，也门很多的重要物资都是通过这条路来运输的。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中国的这种撤侨行动能得到这个也门包括军方也好啊，包括这个也门的这个民间这个百姓也好啊，这么多的协助，就是因为我们常年以来，不管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有多么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想方设法的，这个帮助我们这个亚非拉的一些兄弟国家，来进行经济发展。这个真的是这个几十年过去了，虽然我们有一些经济发展，可能当时看起来可能耗费巨资，但是现在真的起到了非常良好的作用。我们的中国人的口碑，在这个也门这个国家，真的是已经打响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呢，也门国内局势恐怕还将持续恶化，新华社记者还将继续关注。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点评，下面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好的，感谢前方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有关中东地区的新闻，请您继续锁定中东精选，环球精选，希望为您打开了解世界的另一扇窗。下周再见。